不公，政治迫害。米色外套，双手上铐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五号下午被法警带上囚车。柯文哲口中的清廉，对比他如今遭遇，显得格外讽刺，让网友直接连结到这。载着柯文哲的囚车经过，搭配庙会进楼配音，网友无情讽刺金华城到土城，这根本是巨星等级遭遇。还有人特地写下贺词狂贺压柯成功。不止如此，就连过去曾模仿过柯P片段全被直接翻出来。欸，不是，因为是这样啊，对啦，应该的，因为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跟后果。这国家最大的悲哀哦，就是哦，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，可是每天大家都在做错的事情。艺人郭子乾节目中经典模仿片段被挖出，只见他穿着囚服，编号9487，讲出这一句“国家最大悲哀”。网友笑说，连阿北也有穿越剧，还有人认为这整个是超越时空预言，但会预言还有他自己。网红四杀猫翻出2013年出版的柯语录，其中一句提到，如果曾做的所有事情都让法律追究的话，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。网友直呼早就预言好了，根本就是先知，也狂酸这也算是犯罪自白，就连柯P管理学。书中强调制度公开透明，说到市长不贪污，副市长就不敢贪污，偏偏现在正副市长都是被告。柯P还曾说过禁止读后和图利，过往管理哲学一一被翻出来打脸。三立新闻高官秀罗佩台北采访报道。